裙，然后我们让张真穿了最浅色的燕麦杏色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张真腰围27，臀围38.5，我觉得就是小 L 号身形的，没问题。那我穿在肚脐上一点。他是穿那个中高腰，他基本上腰围是松紧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你要的高度。对对对，那现在张真穿是穿比较中高腰的位置，这样子，肚脐上方，没错，肚脐在哪里？大概三个，肚脐在这，大概三个指头，肚脐往上三个指头的位置，这样子。那他的正腰现在，张真的正腰就是27寸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尺寸。哎，你臀穿得很顺哎、欸。对，我原本以为不行，老实说，我原本以为不行。往后一步。可是你很瘦哎、欸，顺的。然后背面，背面直的。哎、欸，你穿起来真的。侧面。侧面，正面、侧面都很美耶、欸。对。然后正面。你自己也觉得吧？不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是有口袋的裙子。要强调。而且我们是让张真穿最浅的颜色。这件真的很瘦，它就是棉，它的折线也很好看、啊。对，它是棉麻材质的，棉麻材质，然后软料的。它棉麻因为是天然纤维的关系，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些小毛球，这都是正常的、哦，是正常的天然纤维才会有的这种小毛球。它后面这个抓皱设计的很好看，它是腰松紧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松紧，它是腰松紧，所以它自然会有这种皱褶。而且刚好可能是布料的关系，所以就是那个。我觉得这个这样很好看，对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它是软料的棉麻，就是不是有的棉麻是比较硬挺的，这款是比较软的，所以它的那个裙摆的那个飘逸感跟那种布料的律动其实都还有在，就是有的棉麻会比较挺一点，这款是带软料的感觉。然后它的是中间做压折开叉的设计，是的，对，有一点小变化，不会太单调的 A 字裙，然后两边有做口袋，然后它是做侧拉链。侧拉链在这边，然后有内里，内里在哪里？不要动先，看一下而已嘛，在大腿，它内里比较短，它内里比较短一点，就是在膝盖上，就是还蛮上的。它只是让你不要就是臀那边会有刺肤感啦，就是因为棉麻会就是我讲的会有小毛球的关系，所以有些。比较敏感的女生会觉得会有纤维感，那其实这件我觉得算是蛮软的了。对，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而且这样裙子它是散开，有一点散开的，所以其实不太碰得到太多的肌肤。对。那个Min Chu 问说鞋子好走吗？好走，好走。我这双鞋子，这双没有买真的不行，我们已经卖第三年了。这双真的很好穿，这件已经 model 了。对，而且我最喜欢黄色，赶快去买黄色，去买黄色。然后他，这是我真的没夸张，这是张真自己付钱买的，就不是也不是我送他的，我也没给他，是他自己付钱买的。黄色超可爱的，哦，这双我也有买，这双我也很想。他上个月买了两双鞋子。就不是在折扣那个折扣的折扣周里面的东西，他就觉得鞋子太可爱了。圈圈问说可穿阿里斯吗？阿里斯哦，好。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、那個，它有其他颜色，对，一个是土棕色，然后张真身上穿的是燕麦杏、嗯，然后还有一个深蓝色。深蓝色。上次那个什么 ，Debbie 试穿的时候，他喜欢土棕色 ，Conny 喜欢燕麦杏色 ，OK、哦。我喜欢。哈哈哈哈哈！只有我一个人喜欢燕麦杏，但是我觉得 OK， 哎 ，Conny 推荐的都很冷门哦，大家。但是我觉得燕麦色有蛮，就是蛮特别的、啊，就是燕麦是安全的颜色，对对，就是很安全。如果你想要瘦一点的话，真的土棕跟深蓝会瘦一点嘛，是真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穿燕麦就很瘦了，所以 OK。可以，真的很瘦啊，穿这件真的瘦。好，我们讲半天 T 都没有介绍。对对对 ，T 就是一个标语 T，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是在左胸前这样小小的标语，然后但是它背后是有这样子标语，就是我觉得是比较美式、有个性一点的。然后呢，它有三个颜色，它的颜色呢是舒服的，然后强度就是正常，我觉得比一般。正常 T 恤再稍微长一点点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因为有的会比较短一点，对，可是有的还会再更长。这件我觉得是袖子都刚刚 好，然后弹性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，非常舒服的棉质，390，好便宜哦！怎么最近的都这么
很舒服。两个颜三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，这是。还是不要说，还是不要说价格了。我不确定记错成本了吧？是你标的哦。哦，是老板标错吗？我看一下是什么颜色。我等一下查一下。跟奶茶色，奶茶色，黑色、白色、奶茶色，奶茶色，我觉得算是夏天基本好穿的那种。对，这种搭刚刚的吊带裤也很适合，我觉得。哦，可以，但是吊带裤可爱。对对，可爱可爱，就是百搭。我不太，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袖子太短，我会觉得有点没安全感。嗯，我的发型。